双向验证的动作。 我们被发现了，骇客！哼，你还真有脸说啊，忍者！按照原本的计划，我早就已经离开这里了。当然，我原本的计划里可没有你这个搅局的人。在下的计划中，同样也没有你的位置。哼，那看来咱俩还真是都有够倒霉的。 在下明白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等等，你在和谁通讯？密钥，暂时可以留给你。啊？你还有5分钟左右，想办法带着密钥离开。还有，你的那种能力很危险，不要滥用。喂，你给我等等！ 我们会再见面的，骇客。不见了。